嗨，大家啊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Angela。那今天我要示范的就是我们美商杰士 Jeunesse 啊所的出产的这个新的产品叫 Instantly Ageless。OK， 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？就是你有看到我的这个眼袋吗？哈，还有这边一点细纹哈。我现在要示范，就是用这个神奇的这个cream 就可以把这个眼袋弄掉哈。好，首先把盖子拿掉，然后呢我们就在手这里就放一些这个 eye cream， 当然要挤多一点出来哈，因为我的眼袋今天很大。然后呢就把这个盖回去，因为呢我们可以再继续用。好，首先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eye cream 就由这个眼角这里，然后就开始抹上去。然后拉到眼角这里哈。好，那现在抹了上去之后呢还湿湿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拿这个，当然用我们杰士的 brochure， 来就是给它散一散。然后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要有任何的大动作哈，因为呢就要让这个 eye cream 把我的这个眼袋弄掉。那这里陪伴我的朋友呢有，来来来，你们过来打招呼哈。然后这是我的朋友叫 Diana， 她是美容师。然后呢这个是我的朋友叫 Apple， 好，这位是非常强的这个生意人哈，女强人。好，我现在就要继续散这个，让我的这个 eye cream 吸收进我的皮肤。这个眼袋是两天的熬夜弄成的哈，你们不要学我这样。然后你们就慢慢会看到我的这个眼睛的眼袋慢慢就已经消失了。然后呢当然消失了，整个脸也会挺上去，也就是说会年轻一些哈。好，大概是用了一分钟多，然后呢就有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哈。好，你们应该也是可以看到对不对，一个眼睛已经是眼袋没了，然后呢这个是还有，当然一个是安迪一个是年轻人，这个是安迪，这个是美眉哈。对，所以呢就如果你们想要订购这个产品的话呢，可以 email 到这个我们所写的 email， 或者是联络你们附近的这个销售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再见。